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咱兄弟姊妹大家嘛够早，会再去予咱三个做伙来看《路加福音》22:31-32。主佫讲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恁，亲像刣恁，亲像刣马啊一样。但我已经为着恁祈祷，叫恁无得到失了信心。恁回头了后，爱坚固你的兄弟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总伫这场属灵的战争的中间。撒旦就亲像贼偷，伊家己一来，贼偷来就是为着要偷窃、要杀害、要毁坏着咱的性命。通过着一挂扰动，亲像咧刣马啊共款，要将咱刣掉，让咱失去了信心。但是唔通惊吓，咱伫主的内面，即刻有迄个经历，就是咱会当挖靠伊来得胜。每一遍当咱立志要真做军队主的学生，每一遍有重要的决定在头前面的时，有当时咱都会拄到真多的竞争。撒旦上不欢喜的，就是咱来求君主，咱来认麦主，咱来亲君主，因为主是咱一切的信心、快乐、甲疼的源头，所以咱需要警醒，爱看清楚撒旦魔鬼的诡计。这段圣经里面提醒了了咱讲，耶稣讲，伊已经为着咱的祈祷。有主在替咱祈祷，咱的确信心无失落。当攻击愈来愈大时阵，唔通袂记住，咱背后挖靠主胜利了后，信心嘛会愈来愈强。对撒旦一点啊，咱拢唔免客气，因为主徛伫咱这边，咱离有伊甲咱撒加地地，有上帝的灵伫咱的心上，有圣灵的帮助，甲一群甲咱做伙同心同行兄弟姊妹。所以这段圣经的内面提前来讲，当咱回头，就是咱经历了后，咱用同款的经历，咱也经过了咱的兄弟。信仰的道路，的确不是一个人我都行，需要做伙同心，挖靠主。军队主来行，彼得是安尼经历，今日是你我，嘛就爱安尼来经历，才能作为阿头来祈祷。特别我主我上帝感谢你，和我有机会认识你，也通过着这段的圣经，主我看见着是你来替我祈祷。当我若无法度祈祷的时，圣灵嘛就用迄个讲未出来吐气来替我祈求。主啊，阮祈祷你，我靠你，更加感谢你，就是和一群的兄弟姊妹陪伴阮来奔跑这条信仰的道路。愿主坚固阮的心，也借着阮的心，会当来坚固着阮兄弟的心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